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6月14号，现在气温呢是80多度啊。你看这些顾客的到外面来做吃早餐，这里还有外面做油条的，现在收档了。这两天呢有扫荡啊，到上面看看摆摊的还多不多啊。今天天气非常热，今天出外呢最好涂太阳油，因为太阳觉得很热，很毒的太阳。纽约家电，纽约家电很好生意，因为在法拉盛也没几家华人开的电器店。这家小摊为什么不开呢？花那么多钱去建造啊。过马路小心哦。今天早上看了一个新闻，有位华人到泰国去玩，然后呢坐他们的摩的啊，就是说摩托车的德士，结果呢那位女的不知载到哪里去，醒来的时候衣服脱光，被人强奸了。醒来的时候发现有个男的在他身边，那肯定那个男的也跑不掉了吧，最后啊被警察抓了。所以到泰国去玩还是要交费小心哦，如果单身女生的话，是吧。东皇桥、东皇超啊，大中小啊，4.5块。没啥人排队啊，紫薇馆呢，哇，紫薇馆人还是不多，天气热，烧烤少吃为妙。看看有没有摆地摊的，卖螃蟹的跑得快，没事啊。摆摊的想尽办法做生意，就像前面这位大哥这样啊，卖菜啊。时间到了，通通撤。
早上都是长者哦。对面有警察车，不知道干嘛。那没货，今天申请给我。那要带什么证件？你跟我说。要 ID。要 ID。65岁啊，每个月有3000福利啊，你相信吗？我就不信。哇，这里好阴凉，所以这里很多人。卖花卖。这里好挤啊，今天这个卖假发的有在，哇，这里人真多，你看坐在上面乘凉的。这边的话又是为什么呀？来到了这里人真多，又叫啥？哇，真好生意啊，卖水果啊。去耶稣的右手，耶稣爱你们，耶稣保佑你们。这位大姐每天就是耶稣爱你啊。啊，耶稣爱你们。今天超市有啥特价？身份办驾照，外亲属一名，结婚一名，回美纸、回美证，护照、绿卡。走了，手机贴膜3块，三块。人真多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办理水管认证、委托书等相关服务。亲属移民办理工卡、社安卡、C8、C9卡更新、绿卡更新、回美证、入籍申请、美国护照申请等等。
份办驾照，外州转纽约驾照。无身份办驾照。对面很晒啊，这边呢比较阴凉。大半平路，哎，大半平路有卖肠粉的，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肠粉，肠粉多少钱？没有价格的。他们还有公仔面啊，香港超市。今天看看这家奶茶店有没有排队啊？哎，冷却下来了。哎呦，还有五六个人，三四个人在里面。哇，它还有套餐呢、啊。哦，酸菜鱼。看不懂这些。摸
璃奶白。到对面去，好帅啊！今天没扫到吗？胆子那么大。好晒呀、啊、真的好晒。大家点个赞啊，大太阳还出来拍视频。你看前面那个小妹，盖着头，后面不要了，头有头发不要紧。Thank you.